民政府司令由台中市管处司令陈思路中将陪同于今天上午四点半钟抵达省长护理堂，参加后备干部新生联谊会，并颁奖对后备军人笃信、社会有功人士周鹤民等三人。林总司令在会中首先转达了蒋院长加冕后备军人过去一年来对国家的贡献，